由刘烨、倪妮主演的电影《杀戒》上映十余天，票房不足千万，之前更是上演过激烈的导演之争。似乎正如片名《杀戒》一样，这部影片充斥着火药味儿。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影片拍摄之初，片场的两位主演刘烨和倪妮则是一片欢声笑语。好吧，我先把绳给咬住，媳妇儿赶紧吃饭。